大家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北美樱桃木的大衣柜啊。那这个衣柜呢，它差不多总长有3米左右，总高在2.9米左右，差不多是一个正方体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呢它是一个6扇对开门的衣柜，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一组衣柜呢，其实分上下两部分。那下面这部分呢，我们主要是用于挂一些大的衣物啊，放一些平时一些小件的衣物，以及我们可以在这边放行李，或者说是叠放一些常规的一些用品。那包括这边呢是一个分了一个男女组作为常规衣物的一个摆放区。啊，那这边呢，我们可以挂一些很长的衣服，比如说女主人的裙子啊，或者说是男主人的一些大外套之类的。在这上面呢，我们是做了一个顶箱柜，啊，那这部分呢，我们可以作为棉被储放，比如说家里有很多棉被或者枕头或者毯子之类的，可能你没有地方放。那有些人他家里可能床下面的空间会比较大，可以放下面，但是有些人的家里的床并不是厢式床，那这个时候的顶箱柜就可以起到储物的作用。那这次找到我们制作这款衣柜的业主呢，是广东的一位客户。那他的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的，他的层高大概在2.9米左右。他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想要从头做到顶的一个大衣柜，所以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衣柜。那其实呢，这款衣柜呢，它本身并没有说有太多的设计感，只是说我们根据客户的需求来给他提供了一款量身定制的这么一款衣柜。那同时呢，在他房屋的左上角，因为是精装房，那精装房的话，它可能顶上面会有一圈罗马形的一个石膏线。那石膏线在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去做一个对开门，因为对开门的话，它打开的情况下可能会和它转角处的罗马石膏线挡住。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扇的部分做了一个推拉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呢，这一块的区域柜门的开合呢，就不会受到顶部罗马柱的造型影响啊，打不开。那经常呢有小伙伴会问我们的衣柜大多是用什么样的结构来完成它的一个拆装啊。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画面当中有很多那个黑色的孔，那这个黑色的孔里面呢其实是有五金的。那这个五金呢就是我们所谓的3合1传统的一个家具连接件。那这款连接件呢其实是用途非常广泛的。那市面上呢其实对于这种实木家具拆装的连接件其实有很多，有一些呢甚至是隐藏式的，就你在外面根本看不到它的任何结构点，那它的结构点全部藏在里面。但是呢，我从业这么多年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那种隐藏式的连接件呢可能在当时还是挺好看，因为它看不见连接件，并且它坚固度也还 OK。 但是时间长了，比如说你过了几年你想搬一次家，可能就是说这个连接件你拆了一次以后就很难再装回去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实木家具啊，它是会产生变形甚至开裂的情况。当我们在最初制作完成的时候去组装的过程当中，
板材是还算平整的，所以那会儿还是很好组装的。但是等到过了几年以后，木材它有伸缩变形，隐藏式的这种五金件，它对于板材的平整度安装的要求很高。这个时候板材一旦变形，就很难在原路的安回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体现出我们这种暴露式的三合一连接件的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一款连接件，就是这一款。那它这一款呢，可以看到都是金属性的，所以它的强度是非常好的。同时呢，它是可以支持木材、家具啊、实木家具的多次拆装，不受木材变形的影响，因为它对于安装尺寸的要求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精细，所以它可以接受反复拆装，并且它的强度是极其结实的。